直在那边拍，你们是回家才要想要跟着我一起唱吗？就不要拍了，我们是要好好把握那个啊。不然你表演多一点是可以唱。对啊。你说什么？我表演多一点就可以一直唱？对，就很多场表演。很多场表演，我经纪人在那边，你去跟他讲。那边。我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都要上班，我只有周末时候可以出来赚钱。陪你一起上班。对，陪我一起上班。OK， 好。好，我会努力接一些表演，但是在接这么多表演之前，我年底会有新专辑要发行。对，所以我目前呢，就是有在录专辑，然后有在写歌，还有积极瘦身。很瘦了，很瘦了，没有没有，真的，我自己有在量体重，我自己会努力，很辛苦，真的很辛苦，这么手臂这么难受，我也是不知道。哎，再来一首是什么歌？快歌吗？我跟你讲哦，那个吉他手他叫徐皮，徐皮，皮徐皮，很皮的皮。然后那个 keyboard 手阿基，阿基，所以知道他们两个加起来是什么吗？七皮。I will be fine。真的，真的，笑不。